为什么有些人呢吃了益生菌啊，放屁的次数增加了？有些人呢吃益生菌刚开始几天啊，放屁就多了。这是因为益生菌在发挥它的作用了，让肠道里面呢产生应有的气体，同时呢还恢复了肠道蠕动的速度和节律。排气呢有助于排出肠内的毒素啊。人啊在正常时候呢，每天放屁的次数应该在10次到20次之间。当然了，这个有严重的个体差异。